直播吧。8月28日讯，国足新一届集训大名单公布，郑智领衔，冯潇霆、张稀哲等多名老将回归，恒大七人入选。国足将在9月份迎来与卡塔尔、巴林的热身赛。国足集训24人名单，曾成、张琳芃、郑智、冯潇霆、李学鹏、郜林、于汉超、严俊林、于海、吴磊、刘一鸣、赵旭日、杨旭、张成栋、国王大雷、郑正、王彤、韦世豪、朴成、池中国、于洋、张稀哲、吴曦、穆热和马提加各有关俱乐部，为备战参加2019年亚洲杯决赛阶段的比赛。经国家队教练组研究，中国足球协会批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定于2018年9月3日至9月11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卡塔尔多哈及巴林麦纳麦组织集训并参加热身赛事。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人员名单：团长蔡勇主教练，李吉领队，刘殿秋副领队，詹赫管理，抗兵黄松，黄伟涛助理教练，德罗索、马达洛尼守门员教练，兰普拉体能教练，高迪罗内力医生，贾斯特拉奇、王书成康复师，科蒂、金玉、高建国、张延瑞对外联络官，朱彤技术分析，刘志宇、童强新闻官，车恒志翻译，文千石、徐亮、刘建装备管理，郭瑞、陈曦运动员，24名广州恒大淘宝，曾诚、张琳芃、郑智、冯潇霆、李学鹏、高林、于汉超上海上早、严俊林、于海、吴磊现金权健、刘一鸣、赵旭日、杨旭和北花下幸福、张成栋山东鲁能泰山、王大雷、郑正、王彤北京中赫国安、雷世豪、蒲城、池中国、于洋、张稀哲江苏苏宁、无锡天津泰达、穆热和马蹄江、